导演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善泽。哇！艾玛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佑琼。大家好，我是云天天。耶！欢迎。你就选择了这个纹身啊，非常有意思。好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呢一個嘅紋身咧，而家喺呢個小腿嗰度真係幾靚喎。所以我哋現場咁多位嘅朋友啦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幫一幫手？你哋認為咧邊一個嘅紋身咧係最靚咧？邊個最靚啊？阿 Mark 做嗰個係最靚係嘛？即是做喺手臂上面嗰個係最靚係嘛 ？OK， 如果認為阿 Mark 做嗰個紋身係最靚，可唔可以俾啲掌聲同埋尖叫聲聽一下？好好睇，好好睇。导演，你知道吗？他什么都不说，最后呢，就是他心里边想的，他才说。